这极限挑战狗可以报名吗？这几个明星长得不咋的呀，这上一次节目给多少钱？给块羊排我就去。你跑得快吗？谁要看你呀？你甭管有没有人看，上节目先赚个人气，以后咱就是网红狗了。母老虎，你去哪？带我出去逛一圈。妈妈送哥哥去上学，去玩你的小嘎嘎纸，好吧？小嘎嘎，小嘎嘎，你的新宠幸，小嘎嘎。妈马上回来啊，送哥哥去上学就回来啊，好不好？很快很快很快。哎，法台，哪点小六家凶了呢？昨晚发财马路上溜了圈，回到家就这样了。看他不停的抖动，我以为他是中暑了。那只流浪猫跑得比我还快，追都追不上，气死我了。糟老头，别烦我。才哥一出门就像脱缰的野马，拼命跑。一回家进了电梯就立马趴下了，赶紧去买个西瓜给我消消暑。大夏天的，哪有不吃西瓜的？昨晚才哥睡我边上，整个身子压在我被子上。今早我嗓子疼，喉咙哑了。啥？怪我了？自己体质不好，叫张老头买点药给你补补。看才哥这副死样，像不像河马？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。今天下午原本去猫狗俱乐部，打电话一问，今天已经约满了，如果去是需要等位的。想想算了，还是下次提早预约吧。那你赶紧约啊，磨磨唧唧的，再给我买件西装，打个领带，难得出趟门，必须人模狗样的。粉丝们要和我偶遇哦。